来，一千块上面几？来，一千块，来，嘉兴，来，杏鲍菇，杏鲍菇个排骨酥，做一盖来，吼，要两种上好食，要做一盖来。今仔搞尾一千块，这地方哩，这地方哩。 这起码是得百几块啊，百公块啊！你百公块，你切得着真空啊咯，切袂着，尤其这款的，你嘛切袂着，新价钱啦，这得我三米猪肝，恁大南才有的啦，这得我三米，一千块咯。来，一千咯。一千块够买来无？一千。一千块够买来无？过亿啊！一千块够买来无？过亿。一千。来边啊！来，一千。来。一千够买来无？一千块。一千啊！讲话我倒是袂晓过，一千够买来啊？该你要客户啊吗？ 好啦，一千个就一个，好不好？对哦。有，只要这边，只要这边。我真正这安尼白天就买袂到，我阁加一块，我今仔一千个阁就着。好，成啊！成功。过余还有吗？有。来，谢谢。过余，看人食袂了，要五百的无？那无就死我。一千啊！一千啊！一千。一千够加一块啊，五百无加啊。五百。要五百。够要五百的无？ 收，收，哎，刷起啊，先讲刷起啊，先放起刷起啊，来，这起啊吼，啊，这都唔免，这都唔免去称头的啊，这后面你哪会晓的，我甲你教一下，足简单嘞，有个人变到来讲，啊，这脚脚啊，摆创，这免称头的，来，规中剁对半，长锯体边规中剁的，来，规皮全部嘛，啊，过一寡鸡蛋含酒，买个自制哦，酥酥糯糯，葱啊煮啊用的，买过好食，嘛忘记全年，买一个迄个叫啥，避风塘的酱。 你甲男的搁来捧捧叉叉都如何食？我是拢有男嘛。今日要食嘛，你甲钱八百，这餐车食到来贵了。来要食来新价钱的三百好我咯。来三百一个。来要食三百好。再给我你啊！注意听哦，反正这一箱尔嘛。来一箱尔。一盘餐车只超过一千，无甲你好笑，避风塘搞出，七只至高只绝对盘，一份就是三百五十块，一份保证超过三分新价钱的三百啦。一个。来，搁要食芝麻盘沙蟹无沙蟹？ 沙包，这个没成价位啊，你廿一盘沙包，这盘沙包，看恁要做咩？沙包上面只系沙包，翅啊，螃蟹、沙翅啊，这个人你看沙蟹，这没成价位，规只都会当吃啊，啊，看水平，大个翅啊，沙来，搁一个沙包上面啊。沙包，拢有啊吗？有我就吃啊。帅哥，你搞咩吃啊？吃，吃，来吃。来搞你吃，我来讲。 要我讲我啦，等下你若加钱，我人叫我让你爽啊。注意听，我现在夹住一包，一包的素食都有通食，一包叫杏鲍菇，规包只满，这包一包钱也超过两百块。这你甲加落去啦，这种汤汁吼，杏鲍菇就是有汤汁嘛，来，今仔要食嘛，你开五百开四百，新价钱的人叫两百块了。两百，杏鲍菇。 而且我甲恁讲吼，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个尔嘛，一分甲十分的好食，一分甲十分的好食，这讲好食无？这叫七分的好食，七分的好食，一分甲十分的好食，这叫七分的好食，一包是两包装十分，大包的排骨酥，规包全部拢包，拢全部骨头，一包就十分啊，一包只只一支的，一包我卖袂。 一包的成本贵一包太济啊，我见我你欢喜，一个人买一份，吼、哦，你若要来搞到一包拢差，这我绝对无安尼卖哦，因为这包大包的啦，规包拢无贵的，二是六八的新价钱哦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一包偌好嘞？两百，你这包偌好嘞？两百，大包的排骨酥拢无贵嘞，两百咯，来两百块，这个物件会做，你阿别，哎，伊个物件，这个也是啊，可以的啦，来两百块要来无？ 你们请人来，阿姊，恁听我讲啊，我其实安尼花两百是真正有够俗个哩啊。之前那个阿伯不应该无人知啦，我这两百就卖三百，我顶一次包卖你五十啦，我还卖太多个。帅哥，帅哥，你付两百哦，先给两百，我请你来。这真正好吃，我不会骗你，你这是倒我的来。你不要卖这样，这少年家爱吃的上品的，大哥你卖两百吧。 包了，这真正好吃啦，袂甲你好笑啦，这个三个人计啦，无法啦。
各三个两百，美女你买真的好吃，无哎，帅哥你买酒了吗？你怎么上来？你自己一个人嘛？你今天头啊一直摇，我拢一直讲叫你要客气，我咧骗世界啊！你拢咧骗啊头摇者，我讲叫你要客气，啊你摇者，我讲叫你要客气，准备酒拿无？啊无我咧骗试试的咧，听不下，我买一台冰箱给你 ，OK 吗？两百上得起啊？两百，我咧心软啊，这个，去集中啊，就赶紧集中。太贵了，我看有无？本来你要吃什么？干贝啊，干贝粉。哦，干贝啦。不要紧啊，赶时间啦吼，我本来你要赶紧啊。干贝粉，你要创啊？这哪对嘛是？来干贝要吃大，干贝贵无？低无？我干贝卖啊煮，我唔好一个人打电话来公司跟我嫌贵。我足清楚你买啊什么物件。药啊，迄种物件我家己拢无爱吃，我卖起迄种药啊来卖你啊，是无法的啦。啊嘛天然的啦，你问阮大有天无人伫啊啦。即个我半包差三百，一包差偌六百。即人讲海中选择，你讲真个，啊你千万唔好戆戆去外买，你遐去买着偷药啊，你等下你会惊怩啊。这两包一百，你看电视啦，我你也知影两包一百，新闻有讲吗？你明仔日头啊直播，你明仔日看两包一百，虽然我要买两包一百，你明仔日唔看新闻啦。你明仔日你有厉害？我了解，拢大家拢知影。阿姐。今仔日恁这个人家开一点仔钱，我予你干杯，食较爽啊！我直接甲恁大声啦，这包干杯我予你全头，真无在在买着这个病。我先来卡来甲你讲，我先甲你报告啊。这包我含人外国互进口家己去卖啊，拢免用过手的啦。恁绝对买袂这个病，而且我阁袂恁上啊！啊，我才清楚外口这人我哪卖啦，我来讲啊，我直接上予恁个啦。来，我来讲，小事情冇事情。看得见，你哪个上？我跟你讲哦，其实卖物件是安尼啦，物件真正是会讲话啦，不是我白跟你讲的。恁来买一个，林刚你就叫大哥过来啊。收起来，去集中啊。几个？干杯几个？一千多几个？一千多。来，七八个哩。我就跟你讲，你买无这个价啊，咱太清楚啦，咱太清楚外口人阿拉卖，人阿拉卖，太清楚了啦，七八个哩啊，一千来啦。一千来，一千来啦。哎呀，你若只我阿买着这个价，你起来用我嘛，无要紧啦，七八个哩啊，七八个来啊，七八个来啊，干杯够无？干杯。我来干杯哦！你只要给我一届机会啦，袂你就莫给我机会。你只要给我一届机会，你自然像这单安尼来。你绝对要吃这个干杯，你一定会来找我。好嘞，我要加一包哩。我最后再做一个，一千块钱，我先付嘞。一千块，拿我给我。来，我一包卖你百几块，你有得吃这个无法料的干杯，你吃嘛？等下啦，你咪一包我送你啦。我讲，我再做一个加钱，你相信我，一千块，收钱，搁一个人加。搁一个加钱，两个啊！你当然莫甲我送几包，感谢恁的支持。今仔我百块利给伊，我一包嘛无爱卖，谢谢大家。我一包嘛无爱卖，我今仔百块利给伊啦，来钱来啊，来一千块，来钱，一千块报一个。两个啊！来，钱包上面只一千，干杯过来。来，我要搁招一个人加一千块啊！来，一千咯。我要搁招一个人，给一千块吗？全部啊！来一千块，一千块。谢啦！干部上面过来一千，你著相信我啦！你问阮那大个好啦，看我干部低无啦？安尼有听到啊？我甲你讲，这干部哦，我无希望就是甲大块者。这你啊，你外口买家己注意啊，一模一样啊！你搁挂目镜，你著看袂出来啊！世界含这一模一样。一种的是像我这无法的，一种的是甲你看过。那见面你甲退兵吵了，以后你见面食着药啊，袂你后悔。你来讲阿摩尼亚的味啊！来，唔捌搞咩鬼，人家搞试食，看卖五百咯。五百。我讲我上个你五百块。五百。有人要食干贝五百的无？五包。五百块，五百块。五包。哎，恁无搞咩五百？哎，大哥要收啊。阿姊。咱袂当招一个条条，你五百，然后拢一千一千，你电话甲恁招五百，来五百块上面做无？好，我袂使个。好，我无安尼，一句话就好啊，我无爱费用。你若当作我头家甲你骗，你互我骗一届，你食好嘛，你就知啊，好不好？
来，一个卖讲话，来，一个人你讲要一个买卖五百，买卖四百，买卖换三百，你相信我，你啊无你当作我骗一届好啊，你也五了，来呀，来呀，你也五了，买两百多，你好吃好嘛，你也五了，你差，你差钱了，才好我来骗钱，哎呀，这相信，我现在来骗，过来骗一千啊，来你也五，来两百五啊，你也五啊。我你要上几啊？我两百五来。我做无爱卖鱼啊！我，你无看我卖鱼啊！我甲这个物件卖到感觉做无价嘞，你知不知？卖到那飞机员嘞，恁爷啊！我花一千块有感觉，你知道鱼啊？我有人要来无？鱼啊！我是我娶新妇去啊！是我。我来，我来要吃啥？我要跟。几个老公？直接老公好啊！蛇哦，来现场全部十二个人去。我毋捌起来才买过，我今日炸一张物件要让恁爽。当然若无食，我后礼拜开你只，你叫两点钟，全部十二个煮食起，我恁免问我要卖你啥，一包啊，一包一包来啊，十二个啊，两三，十二个啊，好啊，三个，四个，有咩两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七分好啊，是你几个？来五，无啊，无啊，五百几分，一千个十八分，一千个十八分，五个，八百先走。来，看看，我昨找了四百，五百上来，五百找四百过。好好，小白等一下。你算了，你算对，你不是无在这陪人哦。你买五百啊，找钱。来，来，有买我跟你讲感谢，不过一定要跟你搞，一定要跟你搞，不怕吗？这包有啥物搞人看会出？叫我讲我留住，有够好吃。来，听好，规包退冰。就是你会当枪水落去退兵，退了全部倒落去薄，还是倒落去当地拢无紧。麻烦摕一支较赖的剪刀，较赖的剪刀，甲伊这回收大地，你甲切个假细地，假细地就即鸡皮，这是迄个剁卤的鸡皮，啊，足好食。啊，我你感觉钱哦，第一个食无啊。